小石先生祝大家新年快乐！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耶、oh, yeah, ！大家好，我是科比传教士之破除谣言。有人说小朋友锁在里面了嘛，这样吸在玻璃，哦、就往下拉，窗户就开了。你相信吗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因为它是马达在走的嘛，马达只有经过电它才会转动嘛。可是我也不晓得，我们不管了。我们今天买两只真全新的，不要告诉我，因为我们失败，所以因为没有吸过大便所以才失败，我觉得不可能吧。还有一个就是用那个胶带粘一粘去拉，我们两个在一起，我们吸上去之后贴布再贴起来。好、哦，今天用这台泰山的。它刚好升降机怪怪的，是坏掉了，是坏掉了，是升降机还是开关的问题？开关试过了，开关试过，那就是升降机，好吧？你先试嘛，你先通电啊。真的不会动哦，因为之前我们那台也是这样啊。它连关门自己会吸上来那个都坏。我证实了，它不会动。先试胶带，看拉得下来拉不下来。看他蛮厉害的哦，等一下哦，我要证实一下，没有人躲在里面，他钥匙在这里，这样会行吗？是啊，没行，干，我扁，我很怕宠物被你拉爆，拉爆不是我有用力啊，真的不行，有啊有动，可是他是下不去，啊，有啊。它是有下一点点，但是等下会弹回来啊。影片是这样啊，一拉，全部都跑出来了。好了，没救了，换第二个。搞不好这个敲机会。为什么？这样抓着、啊。啊，那你要吸中间一点。以我的感觉，黄金比例嘛，就是加固嘛。哎呦，看到一闪哦，这个贴的就要不会动了。怪奇怪怎样？啊，你也能开的。会啊。自己只要那叮当啊，自己高啊，掉在那哇这样，好了，滑走了，我去，不行啊！我跟你讲啊，做游泳的方式就是这样，动作要拱了的话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好了，第二次哈，一、二、三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对的，怀疑科比造假。对啊，一、二、三。根本的破坏啊！不行了，不行。真的，我们有出力。你看这个，它可以往下，有没有？你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玻璃往下？哇！好了，那就那要修完的。我还没拆过这个门板呢。正常来讲，螺丝这里应该有一颗，这边应该有一颗，旁边要摸一下，有有两颗的。我刚刚算过，那哦，这边有七颗，哇，好多哦，哇，这东西哎，旁边也有，这看起来这个拆过了，我拆过了，好吧，我还得给吸，这好像旁边走七号的，好，我去拿工具，哎，我跟你讲，这样往下压就不动了，你这样吸得动啊？所以先讲结论，这结论我就刚刚跟我讲的一样了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大家买个贴布就可以掏干你家。你说用什么工具去撩这些拉卡兽，我觉得有可能。所以这个是哒哒叉叉。哎呀，对啊，你那个东西是对还是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是不是先开箱？我觉得不一样。你去哪？你去哪？你搞了？你知道台湾交一颗要多少钱？一万啊？干，你怎么知道？我修理过。从美国叫大概三四千吧。哎，你这个是马达而已哎。我对啊，我就是只有换马达。最容易坏啊，水跑进去，马达坏掉。我刚刚就是这样啦。好，这从马达芯转动来这里驱动这个升降机，不是有一个两个就交叉这样嘛？转它就会这样转，玻璃就会上跟下啊。所以你刚刚颠倒过来，你要从玻璃经过那个交叉，再下来这里再转。那力道要很大，所以我说不可能，原因就是类似这样，一种就是刚刚讲交叉那种的，或者一种是走那个歪压手纹嘛，所以打开看你是指哪一种的。啊，新型的，先看这个，一样的。
你这行歪啊，对啊，这两个里面都是歪啊的，这两个来都用歪啊。这台应该之前在美国使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是给回数标，或是给得来数，台湾都坏那边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哎，冰能够炸，我只能猜到是这样了。好，下来了。我买错吗？目前看起来是还 OK。这个就像玩那个七巧板的没有？嗯。弄出来。一般通常是歪了换一根，歪了一根断掉了，就跑几根出来。我歪了还好啊。那应该少吃麦当劳吧。这样吧，嗯，左就不能换了哦，就这三颗哦。对啊，好了，这个就是要先把孔都对好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不是困难吧？这你就会了啊。好了嘞，你啊，看这个时阵啊，下玻璃下来了。嗯。啊，确定是马达坏掉？所以我们是白老鼠了。啊，这玻璃的差两个中啊锁了去，啊，因为怕玻璃锁太紧，所以这个中这个都啊不会把玻璃压破了。汽车教授，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，Brodo。百年欧系煞车品牌，得您信赖。啊，他是放过这个、啊？对。就呀。好，就这样。我来看这里，看得到吗？让玻璃擦了。要进去这个，嗯，对。啊，这个就锁住，它是用那个这两个垫片去夹住的。就我们怎么拆，就是倒着回去而已啊。弄下去，转过来，拉紧，过去，进去，好，就这样。我觉得你。哎、欸，啊，为什么不能这样？被你修坏了。我怎么干？你这样比较设定的，我设定一下，是吧？怎么设定？好了。啊，怎么设定？就上下课十秒啊！我的工资我敢接。如果再不能归零，就要去买归零膏。归零，才可以归。啊！有没有看到小姐窗户要摇下来？帅不起来啊！我一想先吹口哨就算了。哎呀！哦，换小姐的那场啊！对啊。构造跟刚刚野马一样。是哦。电动跟胶条防护。
哎、欸，你看，刚才这跑马赛乱喷，高级车是这样而已啊，不修边幅。我刚刚有你，真正有你叫的声啊！嗯，你只叫的，你只个叫的，还有啥物？全台玩家最推荐的娱乐城，立即下载巨宝 Online。所以这次这个课题要去考谁？考阿吉，过年前再跟阿吉约一下，四条轮胎把它换一换。慢存阿哥啊呢哈，他以前那个 LA 啊，前挡风玻璃那一条线，他这样开了好几年。结果卖掉了，客人说：“哎、欸，按钱打不好换，然后好，他换给他。然后重点是还要被我讲好几年，所以有了这个科比的案例，先不要再说了啦。好，好了，这个真的不行，我是觉得应该是那一个，可是我也不晓得意大利的浪漫，我们不晓得要怎么用，用橄榄油吧。我们的黄油可能不行了、啊。对对对。好、哦，还有那个我们今天破绝那个，真的拉有稍微动一下，可是就不会动，所以失败。像泰山爽到了，哈，因祸得福了，帮他弄好了，耶、yeah, ！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哦。你看，不到天黑了，算了，开始下雨了。好了，那我要收一收了。